我们都知道白眼巨人是巨人家族中最穷的，一件衣服穿破了也不换，为了给自己的面子里的。白眼捡了多年的破烂，终于存够钱了，于是他来到集市，打算给买套新装备。小伙子，看看我家的战甲吧，这套橄榄战甲采用上好的蚕丝面料，再搭配当下最流行的安全帽，加上这护齿的保护措施，再也不用担心受伤了。活子，我家这套蛟龙战甲采用一体式设计，轻便又抗造，水陆双用，绝对不亏。白眼看着他们说的那么玄乎，陷入沉思中，你们觉得选哪副战甲更好呢？于是他请来了他的好友来试试这两套的威力究竟如何，分别是人称激光射手的魔法莲蓬、僵尸拳王阿泰、音波专家不安小妹。首先测试的是魔法莲蓬，到底谁家的战甲更胜一筹呢？可以看到蛟龙战甲已经被打成筛子了，而橄榄战甲则是完好无损，白眼有点想买橄榄战甲了。测试面对阿泰的重拳，橄榄战甲却被击碎，反观蛟龙战甲却抗住了。看了测试结果，白眼选择了蛟龙套装，就这白眼穿着新战甲回家了。